台湾第九部分则是蒋玉安、吴建龙、刘铮、张荣臻搭配杨绛，但是一同 drive 是非常的充足，而且又有三位新人的加入。蒋玉安杀上去的上外围的机会，再做一个分球去找黄镇，黄镇三分球进，对，张志峰再不砍三分球，刘铮自己带球再做一个分球。哇哦，精彩的一个挑战，出手球在找欧米，漂亮给球蒋云，这个上篮撑到最后放进两分，三打二的机会打醒冠伦，再给到篮下，漂亮给球去找朱云，球在冠伦手上，李冠伦选择自己来外线三分球进，快乐教主，但是周一翔来得非常的快，进算。再分到外围去找黄镇，剩下三秒钟。啊！这一球打进，十二分的差距。朱一中给到底线，冠伦再来尝试一个三分，总算有了。打进快攻的机会，前面是四打二，给到左半边冠伦，再一个空档球，再来一颗。进入到精致的分球，外线是周翔的三分球进。有机会在这波进攻超前杀上去，杀上杀了，这球打进了，外围三分球，再点上进攻，进三张，吴建龙再抓 pass 到四十五度三分球的进，啊，哎呦，又是 O'Brien 抓到进攻，马丁真的是太伤了，贴补之后的切传，外线周翔三分球进，黄镇。外围更选出三分球了，连胜的考验很高，一道相当大的挑战。外围三分球，再分到外围，冠伦切入的分球，外围三分球进。基本上就不要急着摆队守下来。吴启明到禁区左手的挑篮球，好在荧光这样子上面花了三分球，现在有点不道德，让大哥。